嗨大家，没错，你们现在看到我人在园林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准备要到 CT 了，太吵了。今天呢，就是为了 CT 前，然后来这边抱佛脚。没有啊，其实我是来就是阿根学长家，然后来住几天，然后顺便体验一下就是铁人生活平常都在干嘛，所以我就会来他家就是打混两天这样，跟着他一起训练、吃饭，然后拍影片、录 podcast。哦，对了，录 podcast。如果还没看的啊，可以期待一下之后的影片，我会把链接放在下面。好，我们要来去游泳先，出发。好，那我们已经换完衣服，等一下我就先请学长来帮我看一下，到底我现在的游泳动作有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，然后需要调整，来以备我到时候参加 Challenge Taiwan 的时候不要游得太惨这样。因为我觉得我上次Lava 的赛事游得蛮糟的，就很慢的。那我这样游起来比较顺嘛，就是我觉得我可以把换手变很慢，就是游完泳，今天总共游了应该有600公尺吧。还好我今天是休息日。我今天完全被我打坏行程，因为我600公尺就说学长不行了，我们差不多可以回去吃饭了。我现在有点担心我那个1500不知道怎么办，我可能要认真练一下，不然我手会，我刚游到后面手超酸，但我觉得调整完真的有比较抓回那个水感了、啊。因为太久没游，主要是久没游，但我觉得速度也还 OK 啊。你每个100大概2分钟左右，所以对1500其实不要太紧张，应该都一百两分钟，150030分。我上次游35分钟，应该是没办法30分钟。对啊，我就是中间还会停下来休息一下。好了，目标就是游完就好。我们接下来回去休息一下，准备去吃饭。Go go。终于可以开吃了，像刚练那么多，实际上应该还好吧？哪有练？我们刚练了600公尺。没关系，我们明天早上补回来。没问题，开吃。耶、yeah, ，吃饱了，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边叫做 Gun Sport 园林基地。园林基地，我们来介绍一下这边到底有什么厉害的地方。看到这边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之前影片，这边就是，这边叫什么？军火库，可以这么说，就是一个战力区这样。看这边哇，挂满了，全部都是车子。然后我那时候来看到这一区啊，我还想说这边是在卖轮胎嘛，这有是什么规格的胎，全部都有，对，超酷的。这边就是拿来踩训练台嘛。那如果有些青少年学员或者是有学员如果有需求的话，就是会来这边。做不管是测验啊，或者一些简单的练习这样。而且我觉得这桌子很棒，就我在家踩训练台都要用旁边的柜子或者拉椅子，然后这就可以直接有个电视、电脑可以加在上面，还不错。我拆这边，我们去看一下2楼。这些奖牌跟号码布全部都是什么？有没有什么原则啊？看起来就是有整理过这样。这边的比赛就能够放上墙的，基本上就是 Xterra 职业组的赛事、嗯。然后每一个框就是一个比赛，所以它里面包含了我的号码布，就是我的号码布、嗯，我们填三项前面的号码布，然后完赛的奖牌和泳帽。哦，那个是泳帽，我一直想说。对，是泳帽。我是想说，为什么有一格就是可以很干净？你看那个上面的都是，然后
号码布面通常都是皱皱烂烂，对，就是会很有痕迹啦，历史感，对，有折旧过，所以就是这三样东西我会把它整理起来放上去啊，因为目前参加到现在就是七站，六站的职业赛，所以就是把它放在墙壁上啊，希望之后可以越来越多。好，我们先介绍这一区好了，这边应该就是平常就是工作区域吧，真是很尴尬，就是非常的乱，最近比较忙。那因为我们就不太喜欢整天都在房间，所以买了一个很大的桌子。对，就例如说大家来啊，吃饭的时候当然会是干净的啊，因为现在大家都会做自己的事情，所以就是桌上放满了工作区杂乱的东西。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后面？那就是我们今天录的 podcast 的一个主要摄影棚，对，那就是我们的录音棚。然后我今天入住的客房呢，就是在这边，这是我今天自己一个人独享空间，里面就是有一个双层床，对，双层，这有点像宿舍吗？有点像宿舍都长这样。那我们宿舍其实这个床架更烂。就是上下是很近的，然后就全部排一排，全部都是上上下层这样，对吧？还蛮占的空间。然后这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录音室，录音的空间就是都在这边了。对，未来可能装备再升级，业配再多一点，这边就可以把那个海绵隔音起来，就那个收音就更。所以这边要附上那个嘛 ，email 业配汇款账号。然后我们今天来主要就是录了 podcast， 然后下午去游泳运动，对，然后明天就是第二项的训练，就是我们会去骑，凤山寺，对，会是美利达杯其中一段比较有挑战性的路线，没错，我们也会把它单独拍成一支就是路段介绍，就推荐大家可以去那边骑乘，然后可以吃一下什么样的早餐店啊，然后有一个很完整的 set 可以推荐给你们。好啊，那我们这支影片就到这边，然后接下来可以锁定我们频道，会有明天去骑脚踏车训练影片，也下午可能会去骑一些越野路线，就是我的mountain bike 的体验，对，然后接下来也会把我们的 podcast 在上线之后变成影片给大家，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好啊，那我们今天就结束咯，以上就是我来就是乱入这个跟 sport园林基地，对的一个两天一夜体验。好了，这是阿根学长，我是哲瑞，拜拜，下期见，拜拜。